小顾，你干嘛呢？我在修理线路呢。你还会修线路啊？啊，这不是崔红斌干的活吗？他毕竟是外边人员，陈凡烟不让他随意进出小组。对了，那个擅自外出的乔长军，我们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。他在哪儿？有人举报他藏在北郊，我们派人去过，没有抓到他。组长知道吗？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不应该追捕乔长军？什么时候开始替乔长军说话了？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乔长军这个人，他这个人的做事风格，还有他说话的态度，都挺叫我讨厌的。不过，最近乔长军做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觉得没有错。这话呀，你该跟组长说去。他最爱的女人在敌人手上。要是换成我的话，没准我会闹出更大的动静呢。你不会的。在你的心里，组织纪律比任何人都重要。不是，行了，我跟他商量好了，他既然跟咱们两个有缘分，就跟咱们两个一块儿去抓特务啊。我还是觉得呀，我留下吧，我还得照顾八音呢。带他干嘛去啊？这油发金嘴大，咱们两个走以后，他肯定四处乱说咱俩的事儿，能不带着他吗？哎，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去帮你们抓特务。我待着，听话，我等我办完事儿，我和你舅舅就回来看你，啊。老爷，你要是男子汉的话，就得有胆量，就不能害怕上学校。明天上学去。好吧。去，给我找根绳子来。哦。找绳子干嘛？喜欢你呗。不会是捆我吧？注射了一种化学毒素，剂量很轻，但是已经留下了后遗症。如果不彻底清除的话，后果会非常危险。谁派你来的？是教主吗？如果是，你会拒绝我的治疗吗？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，就这么急着拒绝？我不需要教主救我，他已经让我死了一次了。再死一次，也没什么。乔尚军也跑出了安保小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外面好多人在找他，这可瞒不了人。他是不会背叛国家、背叛共产党的，这点我比谁都清楚。我相信他。现在怎么办啊？去哪儿找那个礼拜天啊？你跟了礼拜天这么长时间，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！我不是让你们的人关了那么多天吗？鬼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！我还关了好多天呢，我怎么能知道？难怪你们安保小组的人没人愿意跟你搭伙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当初你绑架杨维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呀，这脑子不太灵，太轴。我轴啊？你还那么求我放你老婆？我求过你吗？求过。我求过你吗？哎哎，我不走了，有本事你把我宰了。我那不叫求你啊，我那是啊，看你挺可怜的，我懒得杀你。哎，我这说话没听见呢，我不走了。叫什么叫啊？啊，不跟你说了吗？到了目的地就把你给放了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哎，你怎么自己走到这儿来了？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不，你们不带着我走到这儿来吗？我。错。真够笨的你，怎么这么笨呢？快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
11月2号了，今天下午1864专列就要到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。你不是教主的人。何以见得呀？因为当你说起1864专列和共产党的时候，口气并不像教主他那样彻骨铭心的痛恨跟厌恶。你能凭我一句话就断定我的身份？而且当你说到专列的时候，口气很像乔长君。你说乔长君现在会在哪里？乔长君，他跑到哪儿去了？组长，车站附近的安保工作都准备好了，军方和我们的战士都已经到位，苏方列车也准备好了。哦，给战士们多预备一天的给养。为什么？刚刚接到密电，1864专列暖气管子坏了，要在路上停车修理。那我们的计划呢？我已经通知车站了，下午4点安排一趟列车，照常进站。这个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对小组工作人员也要封存消息吗？一视同仁。哎，这东西还不错啊，姚华先，就冲你弄这么一个玩意儿，到时候抓着特务算你一功。铁道上现在肯定全是公安，咱们这么过去，肯定先把咱们抓住。乔长君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？啊，过了前面的岔道口啊，就进入满洲里了，我们就在那儿分手。一会儿啊，我把车给藏起来，你带着优发金啊去满洲里医院，找找所有医院里边可以狙击的位置。我怀疑啊，那个礼拜天就应该藏在医院里边了，他应该就是杀害你爸爸的凶手。那你去干什么呀？我去火车站。哎，对了，杨维忠到底给你派了一什么任务啊？他让我一定要保证让你活着完成任务回来。世界上真有你这样的人啊？你们那边人都对你那样了，你还那么卖命？我们的人对我挺好的。如果这次任务你死了的话，那就趁现在赶紧把未完成的心愿告诉我，只要我不死，一定替你把事情给办了。就冲你这么会说话，咱俩成朋友了。铁路沿线驻军发现了乔长军他们的下落。韩冰那边交没交代新的情况？没有收到任何报告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要不然你去看看韩冰，你们女人之间有些话可能说得更透彻一些。好吧。记住，乔长军正在为国家出生入死，即便我们对韩冰有些怀疑，也要注意方式方法。组长放心，我这就过去。好。喂，是我。今年怎么样？好。我半个小时后到。大家不要慌，不要慌，门口有车接咱们，啊！大家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大家排好队，好。方副市长，
病人都出来了，你也赶紧回家吧。我还有些东西要收拾，还得进去一趟啊。哎，那我陪你去。灵儿，灵儿，你是谁？别开枪，我是安保小组的。怎么证明？别动！你没见过我吗？啊，我的证件在我身上，我可以拿给你看。拿出来。我是陈法英同志的部下，奉命来保护你的。为什么要冒充教主的人？我怀疑你和教主之间有关系。那医院的人也是你们安排的？不是，我们也在追查他。我怎么相信你？我们和乔昌军的目标是一样的，就是要找到礼拜天，除掉教主，保护专利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啊！我跟乔昌军说过多少次，你们根本不可能相信他。为什么他不相信我？你听我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冷静点。为什么？说话！你杀了我吧！我不会杀你，我也不会伤害你。当初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对我不错，这我都记得。封条是你接的吗？完了，完了！什么完了？我女儿死了，我女儿死了！你女儿没死。您不是去火车站拼命吗？怎么拼到医院里来了？
我是不放心你们两个过来帮把手。漂亮，嘴上说的漂亮，你还是怕死。要真死的时候，谁不害怕？乔长君，门上的封条是你揭开的吗？是我揭开的，这个病房是最佳的狙击位置，所以我来看看。你到底知道啥吗？我女儿被人绑架了。咱们下午就要回医院了，你妈会怎么迎接咱们？我妈一定恨死你了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别人恨我。终于来个当官的。一天前你可以配合乔章军去找李白天，24小时之后却变得这么坚决。你想知道原因吗？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可以告诉你。我知道原因，牺牲一个礼拜天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，这说明教主还有更狠毒的后招。猜得不错。你受过专门的训练，不看表，就凭生物钟就能推算出时间。你被关在这里有多久了？48个小时不到。今天是11月4号，现在的时间应该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，也就是说186次专列还没有到满洲里。能从太阳的入射角推断出准确的时间，高手。这间屋子是我专门训练手下生物钟的教室，外面的灯光是模仿太阳的照射，但每隔4个小时就会比阳光多倾斜6度，这就意味着你每天的生物钟在不知不觉中减少了2个小时，现在的时间应该是下午5点多。5点17分，186次专列已经过了满洲里，顺利到达苏联境内。不可能的。你们的计划失败了。我想知道教主埋在我们身边的那间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按战俘处置你。我这一辈子还出得去吗？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偏远的劳改农场，在那里你能见到蓝天白云，见到太阳，看见活人，还可以干点农活。你要是拒绝的话，你下半辈子只能待在这间屋子里。
你的生物钟和本能会一点点的崩溃。我不会再审问你，你用生命保护的那位内奸正想方设法的除掉你，你现在不吃不喝不就是怕他害了你吗？既然这么贪恋生命，为什么还执迷不悟？我说，他怎么样？能醒过来吗？死不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干？我是为了救你。可是他当时并没有开枪。我在门外看不到。你做反特工作这么多年，难道会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不应该开枪？同志受到威胁的时候，我就要开枪。你真的相信这个女人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教主从来都不会放过俘虏，可她为什么却能活着出来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我想你也会把她当成教主安排过来的棋子吧。行了，是谁让你到这里来的？是族长，我查了满洲里所有的安全据点，找到了这里。这件事我会详细的向陈法英同志汇报。他怎么办？送医院吗？他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先观察一下再说。等他醒来之后，我们有办法让他开口。从敌人那缴获的招供药水。他承受不了，他会死的。你就不想知道他究竟在教主那里看到了什么？你就不想亲手抓住教主，为国家立功？你能答应我看一眼真正的太阳？可以，先告诉我一点线索。我们的人早就混进了车站，能从内部靠近专列。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嗯。怎么样，组长？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吃进东西又吐出来了，水都灌不进去。叶芝还是怀疑我的话，他提出来要看太阳，其实就是想验证自己的怀疑。那怎么办？把他带出来，我有办法让他相信我。是。来人，在。把叶芝带出来。是。我收到这个之后，才知道小林被他绑走了，这是他写给我的纸条，我怕他伤害小林。所以，我只能按着他们说的去做了。你让院里的人全部转移，就是想救你的女儿吗？给你。吃点东西吧。我不吃。几天没吃了？不知道。自从你的女儿落入敌特手里之后，你就没吃过东西是吧？已经两天一夜了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如果你趴下了，永远见不到你的女儿，必须吃。哎，你就别逼她吃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谁还没心没肺的吃着下饭呢？我们这些可怜人呐，一陷在这事儿里边就没指望了。你也别想太多，全城现在都被我们控制住了，他们一定会尽快找到你的女儿。万一找不到，他把小林杀了怎么办？我觉得不太可能，他一定会把小林当成人质，他只能通过你才能进入医院的病房，找到最佳的狙击位置。那
那我的女儿就有救了。方副处长，你女儿和班长青处了这么长时间的对象，你就真的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吗？她的易容术就这么高超啊？我是对她有怀疑，但等她暴露了以后，她用杀害小玲来威胁我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方静，你明知道她是敌特，还帮她在医院里边找病房。你也是曾经在部队上工作过的，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觉悟的人。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应该第一时间向安保小组汇报啊。她是我唯一的女儿，从小和我相依为命，要是小玲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上去等待敌特出现。龙生，现在的时间还不到五点，你没有跟我说实话。你不要管时间，我带你来不是看太阳的。认识吗？186次专利，完好无损。现在该相信我的话了吧？先生苦心筹措，却没能伤得了他一分一毫。我没能完成先生交给我的任务。难道我们真的是气数尽了？共产党从不信什么气数之说，人民站在我们这边，想要和几万万中国人作对，别说是教主啊，就是比他厉害10倍的人也必将失败。我不想知道你们的教主在什么地方，我只要知道那个内奸。你不是也一直在担心被他灭口吗？我不怪他，一地而处，我会比他更狠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内奸就是……快抢救！是。所谓的礼拜天也没露面啊。是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。他们这么精心布置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发现了吗？站台上的安保部队布置得很草率，我感觉这趟专列应该是假的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说呢？你不觉得那个护士长说的那些情况有些奇怪吗？走。方护士长，如果你的女儿不想让我们知道她藏在什么地方，那她会去哪儿？她是被特务绑架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女儿和特务之间串通了，赶紧想想她能藏哪儿啊。不可能，
他只是一个孩子。孩子？你女儿不是安保小组的成员，她身上也没藏着什么秘密，特务为什么这么费劲的要把她给绑架了呢？这问题你想过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当然，我们也不能肯定你女儿她就是特务，是吧？但是，你女儿和特务之间的关系一定不是绑匪和肉票之间那么简单。哎。如果找到你的女儿，我会尽全力把她给救回来。而且我保证，你们母女两个人都会没事的。好好想想，如果是她自己想躲起来，她会藏在什么地方？她，我想想，她可能在。我知道你喜欢看我跳舞，可是我脚上的老伤又复发了，不行了，我不能再跳了。我不用你同情我，我是在心疼你。你连自己都顾不上了，还有心情在这怜香惜玉？怪不得你叫乔长君他们追得像一只兔子，只会跑。干我们这行，就是在追和逃之间过活。你一个小丫头懂什么？啊！对呀，这才像个男人嘛。我问你。要是我妈又不听你的了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把你手上的脚趾割掉，让你永远上不了舞台。我不怕，我就喜欢那种感觉，虽然一定会很疼，但我就是喜欢。贱货！贱货！贱货！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帮我？我想要干什么？你不会知道。即便是我死了，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。这什么？
夏玲，在哪儿啊？夏玲，夏玲，趴下！站长，守住那边，别让他跑了。你妈被他打死了，凤玲，你妈妈死了，被他打死了。没错，你快出来看看吧！啊，你妈，你妈真死了！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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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！李湘子，你放心吧，你妈没死。那她为什么不动？她是装死，她跟乔长军是一伙的，来对付咱们。凤玲，你不要再上当了，千万不要相信礼拜天，礼拜天根本就不是人，他不会爱上任何人的，他现在只是利用你，用完你以后马上就会杀了你。他不会。他不会，礼拜天，你自己说，民国十七年，你为了完成任务，是不是和一个女人假结婚，然后亲手杀了这个女人？还有民国二十一年，你为了完成任务，领养了一个孩子，最后那个孩子也是被你杀死了。方玲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后的结果绝对不会比那个孩子和那个女人好多少。会比他们还惨。没错，我亲眼看见过你杀死过你的同伙，那也是一女的。你个王八蛋，你还记得宝燕吗？你对得起她吗？一面跟人家山盟海誓，到最后你又杀人灭口，你就不是一个男人。别信他，宝燕不是我杀的。我不怕你杀我，我不怕死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的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我带着你干什么？看着我说，看着我说。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。不行，我只想知道，跟那些女人不一样，你是真心喜欢我的。说呀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期盼。满目
萧索的心也似会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多久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黯淡。本是不期而然，爱却任其发展，生命可留余地，让我去羁绊。满目萧索的心也似归复燃，我贪恋这一丝波澜。我们都求一场圆满，上天只给了你我一个片段，短暂的交汇，驱散一生的黑暗不褪色，像最亮的光，让遗憾都